因为这个拍摄的现场，非常的泥泞，那几天也下了很大的雨，然后呢，我们还迷过路，走了很远的路才到拍摄现场。但这些困难呢，都不是最大困难，我觉得最大困难是我第一次参加电影的拍摄，而且呢，拍摄的还是和同性的吻戏，所以这个在心理上的困难是我最大的困难。老天不作美，就是当天我们拍摄的时候，正好下着那个蒙蒙细雨，然后那我们拍摄的地点福豹古镇，它正在修路，所以道路非常的泥泞。其实这都不算什么大的困难了，其实真正的困难是，对于我们这种就是从来没有拍过电影的人来说，第一次要拍戏，而且是拍这种同志之间的吻戏，所以很难超越心理这个障碍，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困难。但是在我们的徐导演的那个指导下，就很顺利的完成了。我记得有一个镜头是我拍摄在水中央的戏，然后我必须要走到中央的石头上，因为那个时候正是夏末的季节，然后赤脚走在河床上，那个石头非常的坚硬。当快走到河中间的时候，那个水位基本已经快要没到大腿这个位置了，那个时候感觉自己马上就要被冲走了，都恨不得向岸上的人喊救命的感觉。最大的困难是有一场戏，抽着旱烟在门口等着孙子回来。因为我们家呢是无烟家庭，对烟的特别的敏感。这场戏拍下来以后，哎呀，我这个心呐就像是晕车一样的，说不上来那个滋味了，简直是就想吐。站好像几乎都站不稳了，一下倒在那个躺椅上。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，就是因为是我第一次参加电影的拍摄，而且又是拍摄同性的吻戏，所以呢，徐导一直担心我有心里面的障碍，没有办法很好的表现出来，所以头天晚上就来我的房间给我进行指导。最一开始的时候，和我演对手戏的那位演员，我们一直在笑场，笑了很久。到后来，他慢慢的进入了角色。那第二天呢，也顺利的完成了拍摄。我觉得这段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。我记得有一场戏是我和奶奶在桌上吃饭，奶奶为我端上一碗酒酿圆子，我一定要表现出特别喜爱，狼吞虎咽的吃这个丸子。但因为酒酿圆子实在是不太好咽，你要想表现出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就一定要拼命的吃，随便嚼两口就可以咽下去。但因为各种原因，这场戏拍了4到5遍，所以到最后我撑的实在是，感觉肚子都要炸。我从事这个职业呢，已经10年之久了，但是从来没和外国人合作过。这次在剧组里边有幸，碰到这个美国朋友 Michael，我觉得是特别有趣的事儿。拍摄同志之间的吻戏的话，因为这个真的是没有经历过，所以，就导演在拍摄之前，给我们指导戏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在一起交流，然后尝试，就中间笑了很多场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电影的演出，同时呢又演的是同性题材的电影，所以一开始呢还是非常的忐忑。不过好在有专业的导演的指导和专业的工作人员的帮助，让我顺利的克服了自己的心理的障碍。然后现在发现呢，演电影还是个很有趣的事情，还是想继续的能够多演一些角色，多去做一些尝试。我对自己这一次的表演打个及格吧。感想嘛。因为在剧中呢是演的向阳的奶奶，在我平时的生活中呢，我也是一个当姥姥的人呢，所以我就觉着，比较容易的进入这角色之中。整个剧拍摄下来呢，我觉得还是满意吧。因为是第一次拍戏，所以呢，对于这个人物，向阳父亲这个角色，我自己和我们徐导演，我们在一起沟通了以后，我觉得就是以我自己本色的演出，来达到导演的要求，所以我觉得如果给自己打分的话，可能是80分吧。我在这影片当中出演的是向阳父亲情人的角色。
我觉得他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，因为在那个年代，同性之间的这种感情还是不被认可的。所以呢，我希望通过这部影片传递给观众一个敢去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，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这样一个感受。这是一部讲述同志爱情和亲情碰撞的故事。我觉得呢，每个人呢，他都有权利去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。荣誉性扮演的向右父亲这个角色，我觉得他第一点，他是非常疼爱自己的儿子的。但是呢，作为一个小人物，他个性当中又有一点自私，他抛弃了自己的家庭。所以，但是真正让我佩服的是，他能够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真爱。对，这是我对向右父亲这个角色的理解。那你对这部电影有什么理解呢？《星际之沙》这部电影，用真实的细节、唯美的画面，向我们讲述了一部同志之间的爱情故事。我觉得，不管是任何的情感，人类的情感，只要是真实、善良的，就是最美好的情感。当我第一次拿到《星际之沙》这个剧本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发觉它是一部同性题材的电影，有可能只是涉及到一点。当我更多的了解到男主演向阳的内心的时候，我发觉他好像就是我们心中每一个人最无助、最弱小的一个部分。如果我们的生活没有被打破的话，这个弱小无助也许永远会这样。但当一旦有人打破它之后，我们的生活就面临着选择和痛苦。我觉得它就像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最幼小的自我。我觉得这《星际之沙》这一部片子是用一种很温情的手法表现出来同志之间真挚的感情。它既有东西方文化的差异，也有东西方文化的一个交融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一部影片，而且应该会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。希望大家可以一直持续关注我们，如果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艾特我们的官方微博电影星际之沙。最后，马上到新年来临之际，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各位观众和朋友们，阖家欢乐，身心健康，财源滚滚，万事如意。祝愿星际之沙这部电影的观众和粉丝新年快乐，羊年大吉。在新春来临之际，祝所有的观众和粉丝春节快乐，万事如意。